观众朋友要注意了，本土疫情严峻，民众纷纷减少外出，搭捷运的人次也减少了。台北捷运因此从今天开始调整平日离峰及假日列车的班距，各线班距微幅增加15秒到1分钟，像是淡水线或板南线最长需要等待9.5分钟，而圆山往象山方向首班车由原本的6.2分调整为6.3分发车。另外，上午7点到9点以及下午5点到晚上7点半的尖峰时刻，班距则维持不变。